而且呢，那个灯全部开完了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确实啊，只有在北海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有这样的可以说特别的感受，所以如果我们说这块给你看，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全面的感受到它是不断，它是特别，它是漂亮，确实非常非常的棒。18000盏的龙哦，看不完的哦，根本不能够形容到。对，我是认为说，这是北海的骄傲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，来北海一趟，看看一下18000盏灯笼是怎么吊，四处的道路怎样吊18000盏的龙。所以我说。为什么我们讲北海形容成为霸王的万盏灯笼，还有北海好像中国有万里长城，北海有万盏的，就是超过一万了，我们是18000盏的。但是看这个是非常特别，好像我刚才讲的不能够形容，你来到你才能够感受到北海是怎么特别，北海是怎么样可以说漂亮，真的是这条街你感觉到是满堂红的。我们上次讲说满堂红是怎么样的，你来到北海，你来到南疆五岛，看到18000盏灯笼高高挂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你才能够体会到满堂红，满这个是什么？满堂红是什么意思？OK， 谢谢。